这个地区，特别是布吉丁义这个地区呢，有超过300家户人口，那么在种植这个姜，那么在地理标志的这个知识产权已经获得了这个认同，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姜，它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它的素质好在于它有两种元素在里头，第一个元素叫做 ginger root， 它这个呢辣味非常高，那么它能够作为这个医药的这个用途。第二个元素呢，就是它这个姜本身它不有太多的这个杂根，整片姜你切来你可以生吃，非常香。文东姜呢是种植在马来西亚的九甘山脉，尤其是在彭亨州文东县这一段，也就是你们所知的云顶高原，一直延伸大概长达60公里，这个环境比较适合种出好的姜，文东姜。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土壤，第二是气候，因为在这里它收集了两个季候风的雨水和旱季，加上这里的土质特别可以培养姜分高的文东姜。姜呢一般上是分两种，一个是嫩姜，另外叫老姜。嫩姜呢是大概6月到7月你就可以采收了，一般上采收这些呢是可能来做一些菜肴啊，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偏吃的东西。像这个老姜呢，它必须要在11个月以上，越老越好。当你拔出来老姜的时候，其实它就很多这些小的幼苗，当这个苗发出来之后再长大一点，你就移植到农地上，就让它成长。对这个需求呢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么问题是我们不够这个产量，那么整个地区大概现在大概有700多亩，那么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土地。为了来解决这个土地的这不足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努力呢我特别要求南门学院大学跟北京大学，那么做出进一步的研究，那么做这个所谓垂直的这个耕种法，那么不需要用这个泥土省下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研究工作呢已经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希望呢文东姜能够我们能够生产更多能够销到全世界各地去。